这个视频出处时间全都未知，也不知道里面的人说的什么语言。一个穿着雨靴的人戴着白手套，用类似铁棍的东西将几具可能是外星人的尸体拉进了卡车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不止运送了一次，第二次时一只狗来到了旁边，还有第三次，只不过这次拉到一半时视频戛然而止。观察这些尸体，他们是有一定重量的，而且前两次的尸体是有区别的，不是同一具。第二具尸体腿部明显有受伤的痕迹。由于这个事件没有任何线索，没有任何文本描述，实在很难确定视频的真实性。